聚会不无聊，开心到冒泡。酷的聚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静怡，也是穆婉清。我是陈星旭，也是谭玄林。一见倾心，剧情大考察，两人听了问题后进行抢答，答对加一分，答错不扣分，累计得分低的人受罚。被网友录制较早视频。注意，本次比赛分为两轮，其中热身赛不积分。热身赛，请听题：谭玄林和穆婉清，谁是全剧服装最多的人？我吧，应该是顾云霜吧。不会，应该是我。我感觉试妆的时候试了好久。那你最喜欢哪一身呢？骑马的那一套最帅。记忆深刻的就是拍一个场景嘛，在场景里我天天一直每一场都在换衣服。有一个皮衣露透，你有看见吗？有。很多人被帅到，所以去预约一见倾心。你知道之后的感受是？还挺开心。你觉得那一身是最帅的吗？我觉得还是军装帅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。谭玄林这个男人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完美。穆小姐怎么看？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油腔滑调。谭司令想自辩吗？没有什么，他说的对。请听题，两位谁是剧中最爱吃道具的人？我。穆小姐请自爆，谭司令负责补刀。棉花糖、棒棒糖、生煎包，没了吧？糖葫芦呢？哦，糖葫芦没了呀。那一桌一盘菜，你是哪个少吃了呀？一见倾心最后的结局是 HE 还是 BE？ 你猜。现在就是护人全家。决赛。穆婉清在剧中叫过谭司令哪些昵称？谭司令。我也要说说。玄灵。差不多吧，就这俩。还有笨蛋。啊？没有吧？请听题，谭司令是怎么称呼穆婉清的？婉清，媳妇儿。穆婉清，穆大小姐。穆小姐。夫人。也有，对，也有。太太。嗯。请听题，穆婉清在戏中一共醉过几次酒？两次。兴趣说说是哪两次？那次然后是四 C 车里，然后还有一次是徐光耀那次，同一次是吧？那个蛇山。哦，对，蛇山。蛇山是指？蛇山就是很多蛇的地方。对，就是各种什么霸王蛇，哦，不是霸王花，那是。嗯，香味蛇。嗯，有这个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有啊，你是没认真看。忽悠，接着忽悠。不可能，绿幕版我都看了。哦，那是因为绿幕还没做出来。是吃完小笼包两个人上山的那段。对，生煎包。哦，那个就是蛇山吗？蛇山嘛，嗯，去找蛇嘛。你俩就联手忽悠我吧。蛇山的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。说一下第三次是哪一次？两次。请听题，成功结盟那天谭司令的衣服颜色是灰色。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因为是用便装，便装一共就那么几套，就是一个灰色，还有那种金丝绒的那种孔雀。嗯，但是很浮夸。请听题，穆婉清为什么拿到钢笔没有去扎谭玄林？剧本不允许。不敢。请听题，谭司令和穆婉清都吃过的东西是？生煎包。哎呀，这反应有点迟钝一点点。请听题，两位都拥有过的物件是？护身符。对，护身符。主要不是谭司令买的，记不住。一个意思。请听题，谭司令在剧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手势动作是？婉清能不能连眼神也带上呢？啥眼神？没有神。就是总是这样，也不知道干嘛。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，有的就根据当时的规定情境，不一定非得用言语，用这个表达出很多意思。请听题，谁是全剧最没有眼力劲的人？谭司。哎，同意。你为什么觉得是谭司？就是看了，就是谭司会有很多那种不带脑子的时候，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，不该出现的时候瞎出现。他总是问一些就是类似于，穆小姐去哪儿？我怎么知道去哪儿？我要知道去哪儿了，我还在这找。请听题，谁是在徐光耀住院期间真心去看他的人？我。我是真心想去照顾他的。我真心去看他了。真心去看他的吗？是啊，我真心去看他了。再想想。但是还有点别的事儿。你想。哎，起床了，快点，再不起来
蛮出彩的。最后，请两位以这是我拍过的戏中最什么的剧为一见倾心开播打 call。 来你先。这是我拍过最热的一部剧，在优酷播出。这是我拍过怎么说，这是我拍过最凶的一部剧这是我拍过战争最多的一部剧，在优酷播